个车是我哥哥的，然后放在那里已经很久了，然后钥匙也找不到了。但是我要走过去就很远，我就想尝试把那个线接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把它骑走。刚刚那边的接头开错了，相信是这边，应该是这边，我也不知道，试一下吧。如果是正确的话，就是把这两个接到一起，然后我们接在一起试一下。然后我现在也不确定。洗个脸，降个温。